我早就提醒过你，别这么轻率冒进。我打算派陆铁山带人前去摘取御阴国和火灵穗，同时尽量拉拢卫将军站到我们这边。我选择祖龙镜，我必须强大到让任何存在都无法对我所在乎的人造成一丝一毫的威胁。 这些话您都嘱咐一百遍了，别担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我能不担心吗？瑶瑶，你出去散散心也好，路上替我看着点元儿。陆铁山，在，务必把元儿安全护送到苍兰郡。王上放心，若殿下有事，属下提头来见。父王，母后，我走了。 王上、王后，殿下这一趟肯定不会太平，让我跟殿下一起去吧。好啊，有威，你们路上也相互有个照应。是，王后。走吧。 这路上真无聊啊，不知多久才能到苍兰郡。你这么闲，刚好神魂也达到虚境中期了，就练习这二品金元搬山纹吧。它能短时间内大幅增强你的肉体力量。哦，这原文还真复杂，练起来只怕不易。练，有什么好笑的？你也学练起来。 皇室的下品玄元术天罗手。
殿下，这太贵重了。拿着吧，你快踏入氧气境，该有个好元素。况且此次我们也不是去游玩的。殿下放心，我会尽快修炼成的。嗯，接下来我们有难同当，一起修炼。哎，我还得修炼父王给我的一道中品玄元素黄极印呢。哎呦！别追了，我只是打了个盹而已，马上继续修炼。八脉齐开，他要开辟出气符了。等开辟出来，体内经脉就会完全连通，便是进入氧气境了。听说气符按照颜色分为四级，级别越高，能容纳的元气越多。绝大部分人只能开辟出低级的无色气符，只有根骨杰出的人才能开辟出幼威这种青色的二级气符。哦，变成紫色气符了，想不到幼威的根骨如此之强。这就是氧气境吗？好强的压迫感。有为，恭喜踏入氧气境，还开辟出了三级气符。不过我的气符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被分成两半。我帮你看看。瑶瑶姐，有为这是什么情况？你的气符很特别，应该是传说中的阴阳气符。阴阳气符？你身上的阴阳元根本就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根骨，应该也是因为它你才会开辟出阴阳气符。瑶瑶姐，这阴阳气符是好还是不好？阴阳气符相当于拥有两种不同的气符，可以同时修炼两种功法。不过你必须同时修炼等级相差不多的阴阳两种属性的功法，否则会打破自身的阴阳平衡，反过来毁了你的气符。正好我们皇室的炎雷诀是四品阳属性功法，你先拿着。殿下，这可是皇室才能修炼的。哎，四品元气而已，我还嫌他品阶不够呢。我这寒冥真经刚好也是四品阴属性功法，能修炼出四品寒冥元气。谢谢殿下，谢谢瑶瑶姐。好好修炼吧，将来你要是能打破气府之隔，阴阳相融，必将成为天地间顶尖的存在。你的金元搬山纹练好了？还没还没，我这就去修炼。殿下，前方就是苍兰郡城了，我们人马太多，只能去城外的苍兰军营驻扎。那就去军营吧，天色也晚了，明日再去拜访魏将军。是，这。禁军统领陆铁山奉王命来苍兰郡。陆统领，卫青青恭候多时了。哦，原来是魏将军的千金。这里只有苍兰军副统领卫青青，可没有什么千金。啊，
这位是周元殿下。来，瑶瑶姐，小心啊！小心点啊，瑶瑶姐。这就是在大州府府事上击败齐越的废殿下吗？原来还是个风流殿下，看来傅氏能赢背后猫腻不小。各位跟我来吧，我会帮你们安排进驻营地。这姑娘怎么见面就给我甩脸色？就是嘛。青青姐，这些就是从都城来的客人吗？啊，这位是周元殿下，这几位都是苍兰军的将领，他是我的堂妹魏婷。原来这就是咱们闻名遐迩的周元殿下呀，殿下长途跋涉还带着美人相随，可真是会享受啊。我是齐浩，听说我那不争气的弟弟被殿下斩断了一只手臂，拳脚无眼，还请见谅。齐浩，阳气境后期，那小子技不如人，被教训也是活该。我们早就听说了周元殿下近期要过来，已提前备好了欢迎宴，还请殿下晚上一定要参加。军队的兄弟们性格都比较耿直，殿下不来的话，怕是会让大家觉得殿下是看不起他们。那好，我一定会参加。还有，好心的提醒殿下，苍兰郡紧邻黑渊，在这里死一个殿下毫不稀奇，殿下务必要小心。那你更要小心了，死一个殿下都不算什么，死一个小王爷更算不上什么了。哼，殿下，晚宴见了。啊，大公子，那飞殿下到了。嗯，齐管家，接下来你别露面，毕竟在父王的公告里，你已经被流放千里了。是，属下暗中带营大使过来，协助大公子拿下魏苍兰和那火灵髓。魏苍兰肯定清楚那飞殿下的来意。但只要我们能治好卫兵，魏苍兰一定会站在我们这边。大公子放心，赢大师是驱毒的元文高手。很好，今晚我会先给那废殿下一个下马威。刘小姐，殿下可真是好雅兴，走到哪儿都带着美人。魏副统领，你也是女子，何必将别的女子当作摆设呢？居然是阳气境。抱歉，是我眼拙了。如此出色的女子竟跟在这风流殿下身边，未免太便宜了她。周元殿下，看了这么多场苍兰军和禁军的比试，你觉得苍兰军和禁军谁更强呢？他这是想把我放在火上烤吧？我要说苍兰军强，就错了禁军时期；要说禁军强，又伤了苍兰军颜面。以后要收复他们的军心就难了。哼哼。以前我常听闻，我们大周禁军齐王卫和苍兰军三强鼎立。我一直不相信，苍兰军凭什么和禁军相提并论？不过，看了今晚的比试，我觉得自己错了。苍兰军儿郎威武雄壮，意志坚强，不愧是能和禁军并驾齐驱的强军。今晚就借这个机会，让我向苍兰军兄弟们致以衷心感谢，感谢你们多年以来坚守苍兰郡，保我大周边境，固若金汤。好啊，好啊，这是我们苍兰军。殿下，殿下，殿下，太客气了，太客气了。这是我们的大臣。公开，刚才殿下的话真让人感动。听说殿下在大州府府事力挽狂澜，苍兰军兄弟们都很好奇，不知殿下能不能给我们露一手？是啊，殿下，露一手，露一手。哎，姐姐，大
家都想看周元殿下的能耐呢，你就别扫兴了。殿下车马劳顿，还是让禁军的兄弟继续跟苍兰军的兄弟们玩吧。苍兰军兄弟们更想见识见识殿下的身手，对不对？殿下的身手，殿下，殿下，殿下，这家伙是想让我在苍兰军面前出丑，或削弱我皇室威严。殿下要是实在不愿意就算了，毕竟我们这些莽夫与殿下的身份差距实在是太大了。难得大家兴致这么高，我怎么能冷了气氛？让我来，请殿下赐教。这是苍兰军中一位八脉好手，殿下在府试上击败了我那依靠破脉诀开八脉的弟弟，想必对付他也不是难事。只要你能接我一招，就算我输。一招就能击败八脉啊！殿下说的真是傻吗？快比啊！口气倒是不小。这把中品援兵拿去陪殿下切磋，赢了就是你的。是先生，对啊，是。八脉，开！啊，这家伙比前面强多了。哼！上品元术。岩刀斩！这是我齐家的玄魔术。怎么样？发生什么了？怎么回事？结束了？一招击败八脉好手，毁了中品援兵，这力量得有多强啊！原来传闻是真的。承让。你去问齐浩，他说的那个赢大师什么时候能到？是。当年要不是王上你姗姗来迟，我何至于要孤军奋战，害得冰儿身染瘴魔毒，终日受苦。这次为了冰儿，我该做出选择了。如果那个大师真能救冰儿，王上。那我只能对不住你了。雨风蓝天过，花月星过，星光万里腾过，月灿烂着，月间线路越难得。宿命人失落，背负枷锁，锁不住是心底执着，要想着希望之空。由不得谁抉择，生来龙胆琥珀，无惧险路，命运自己握。看前路莫回首，他心真并肩之友，才不负少年气盛无畏悠悠。风卷你浪汹涌，我在浪中勇，冒险闯入惊鸿，伤也不觉痛，哪怕丢落绝技也能得封赏。身心万